节奏动作整齐划一，响亮的鼓声让民众纷纷拿起手机录影，记录这一刻日台之星圣诞音乐会市集在台北101登场，吸引不少人潮。不能去日本还蛮可惜的，然后今天就来这边感受一下日本的感觉，就布置还蛮日本的，对。然后有很多邀请到很多日本的厂商，不论是面包还是蛋糕，甚至是便当，都充满日式风格，各式各样的日式美食让民众乐翻。就算不能出国到日本玩，也能在现场感受到日本氛围。日本人真的爱吃红酒蘑菇的酱，那个是一个法式的料理，可是蛮有历史的，可以体验到日本的感觉，还有一些气氛跟美食嘛，一定会满足的。明年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事务所成立50周年，所以呢，我想将那个我们的台湾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继续明年再去进行。现场还打造神社，让民众打卡过过瘾，还能写下圣诞愿望挂在上面祈福。尽管受到疫情影响，但日台交流不间断。透过这一次圣诞市集，也替台日友好再加温。三立新闻台北报道。